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看哪，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。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，使糠陵如同糠秕。你要把它裹阳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。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。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，好叫人看见，知道，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名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压枪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创造诸天，铺张苍穹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，他如此说：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，必搀扶你的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开瞎子的眼，领被囚的出牢狱，领坐黑暗的出监牢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：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彼此相爱，同心同行，不住祷告，传主的福音。只要有愿做的心，主必不轻看，一同为真爱而谦卑舍己，是天父赐恩，在这爱的大家庭享受神家中的温暖和能力，并参与接力的服事，尽全心力完成主所托。神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小事上忠心为主，为主成就大事，让我们的心连在一起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是一体。进来这家里有福气，平安就自然在你心里，我们就等待你来参与。阿门。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阿爸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忧虑与匮乏。主，你说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将圣经中的宝贵真理赐给我们，指引我们今后的人生方向，让我们不至于迷失主的正道，能够有更大的信心来追随你，仰望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聪明和智慧，使我们都能明白你的话语，能够体贴你的心思意念，能够安定我们的心，在主里面寻求一切，更多的得着主赏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福杯满溢，继续发光如星，灿烂荣耀主名吧。孩子如此祷告，乃是奉主得胜的名求。Amen.